哪里过去呀、啊？哎呦，小心哦！哦，你要抓紧哦，你要三个地方都抓紧，一个地方才可以移动哦。哦。要有抓紧才可以移动哈。三点一线哦，哈、哦，好，哎，那你不可以踩，哎呦，成功了哦，来再来一次啊、哦。你要抓紧三手跟脚，一定要三个地方抓紧，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移动哦。哦，一二三，这样三个地方要抓紧，那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移动。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来树叶。哦。好，要认真，不要笑，这时候不要笑。对，三个地方要抓紧哦。这时候要怎么动？脚跨出去吗？哦，脚跨出去哦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移动了哈、哦。脚跨出去才可以移动，哎，对，三个点抓紧，一个点才可以松开，哈、哦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一次要怎么办呢？对，离一点点，对，哦，成功了，哦，又成功了，成功了，you did it，要去擦汗了吗？妈妈在。